辉煌华夏栏目在香港有线电视23台隆重播出了。辉煌华夏栏目旨在展现华夏艺术、艺术名家、历史文化以及人文地理。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旅美职业油画家、瓷画家殷卫平。一个触碰过太平洋和大西洋，穿越过科罗拉多大峡谷，在亚利桑那戈壁滩上超速驾驶过，在犹他州几小时无人区恐慌过，在荒漠中惊艳的天堂拉斯维加斯陶醉过，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下高声歌唱过，在黄石公园中牧民游荡过，在白花花神奇的大盐湖惊叹过，在横跨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上兴奋过。当然，更多闻名世界的景点和现代化美丽间的物质生活也没放过。他就是殷卫平，一个旅美职业油画家、瓷画家，23年美漂，7年景漂的东西漂者。每天早上醒来，殷卫平都会煮一杯咖啡，吃过早餐开始画画。它这个颜料的话是专门燃烧的，它矿物。因为红色现在在这个烧制过程中，红是最弱、最容易被烧掉，所以它和其他那个它不太耐烧。再一个，它和其他颜色在一起的话，它很容易被其他颜色给它必须先。殷卫平的瓷版画都是自己烧窑。殷卫平认为这是艺术的一部分，是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所以在家里准备了2个窑炉，一个低温，一个高温。今天从北京来的天坛艺术馆馆长何平平一行来到了景德镇，牧民找到了殷卫平，一同来拜访景德镇美术馆馆长陈军，并参观了国家艺术基金传承与创新作品预展。何馆长要走访多名景漂一族，而这些景漂有一些共同特性，离开原有的环境与辉煌，扎根在景德镇画瓷。这个时代的对非常可悲，这个时代的烙印没有了。对没有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时代他们我们这代人如果还那样做的话没有责任。对其实他不是来学艺的，他是来创造的。从这角度讲呢，景漂其实某种人讲就是我个人的话不知道说的合适不合适，它是代表了将来这个陶瓷新的那个这个方向。只要东西好自己培养的那个对不 对自己敲锣打鼓到这个现象。对目的一个就是要在这个美术界什么把他那种观念偏见东西给纠正过来。对是吧。何馆长很感激殷卫平，因为有了他的带领，何馆长不费力地见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散落在景德镇各处的景漂艺术家，刘胜利、韩子峰夫妇、马丁明夫妇、熊远堂、江海涛、洪帆、崔月等。相信再过几个月，北京的天坛艺术馆就会给中国的艺术界以强有力的震撼。摄制组来到殷卫平景德镇现代原创陶瓷艺术研发基地。殷卫平认为搞现代原创陶瓷研发基地，目的就是要推广
倡导在陶瓷绘画艺术上的原创性和研发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觉得陶瓷绘画它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巅峰和一个辉煌的阶段，历史上它达到过，但当今现在陶瓷绘画它还没有。我觉得它继承大于创新，但很多我这个讲法在很多当地景德镇来讲他们不太认可，但我觉得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因为我们这个年代要留下这个年代的烙印和这个响当当的一个辉煌，所以从元代青花到明代的那个五彩、古彩，清代的粉彩，一直到民国的新彩，他们这个阶段的历史辉煌给了我们后人很大的骄傲。但我们当今要做什么？我们除了继承，我们一定要发展，就像我们的生活在发展，价值观在发展，人生观在发展，艺术观也要发展。殷卫平的作品在景德镇美术馆展览，主题是传承与创新，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这个展览接下来还要在北京、台湾等九个地方巡展。现在我们看到这幅作品，这是一幅组画，天地合一，是我05年新创作的一幅新材料东西。这个是你推荐的吗？啊，这是我的作品呢。你的作品啊？啊，你都没看。怎么风格变呢？啊，对呀，今年我新创。你这是传承与创新的啊。我主要就是。非常节奏也非常快，非常贴切，而且是我。你看我们做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你看我这个呢，天地合一，这个合一呢是由于我12年去一趟西藏以后啊，我去了西藏纳木错，拿着西藏的沙子、纳木错的沙子和这边昌江的沙子揉在一起，它已经有这个混血了。他这个作品混血。殷卫平应邀下午参加了会议，讨论在潍坊巡展的会馆设计。因为展板下面我做了三面玻璃，他这个雕塑都很多了。旅美多年的殷卫平深深感受到中国艺术教育的欠缺，于是他创建了网站大众艺术网微信公众平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网站已经越来越有影响力。殷卫平，他不仅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艺术的布道者、传教士。所以我现在是个旅美画家，又是个锦漂，所以我现在有很多头衔。但是总之，我是一个职业画家，我在挑战自己。所以我现在这些作品，都是我从事陶瓷绘画，落在景德镇六年来的一个成果和一个阶段性的那个定位。由于殷卫平5岁随父母从上海飘到了大西北甘肃兰州，在那块土地上度过了人生最为重要的22年。大西北的情怀使我形成了苍茫、无垠、追求大美、反媚俗的人生价值观。飘到美国依然如此，他爱美国西部远胜于东部，但遥远的东方更有一块圣洁之地，永远在他苍茫心中的那个地方，珍藏和迷恋着。那是人类敬畏的世界的屋脊，天籁的雪域，西藏的神山圣水。虽然36年前第一次踏上甘肃的夏禾草原，从此被超凡的大美景色所征服，被藏民族独特粗犷的民风所吸引，心中永远不能忘怀西藏、天籁、雪域、巅峰、大美、淳朴，字字刻在心里。终于梦想在2012年实现了，已年过半百的他踏上5000米以上高峰，身体无法控制的高原反应
让我心生畏惧，无能为力，无法完全释放心中的情怀。即便如此，殷卫平仍然念念不忘这片神圣的土地和人们，他们的伟大让我敬佩，那里是我的最爱。金色巅峰这个山峰的这些肌理，主要是由玻璃板和我在美国从事绘画寻找到一种媒介结合产生的，我的油画效果的笔触出来的这种肌理。这种肌理呢，细看它的这种肌理有一种天然成趣，一种自然的美在里边。殷卫平描写的高原风情词画，主题突出，形式多样，图式精致，气象澄明。然而他心里清楚，在瓷器上作画并非易事，工艺流程复杂，尤其是用瓷画颜料涂绘在瓷板表面，更具难度。现在这个我的油画瓷板的系列是自从2012年去了一趟西藏以后，给我自己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呢，是我从事陶瓷绘画10年来的话，找到了一种绘画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利用陶瓷材料的玻璃白，算是粉彩系列的一个材料来绘制的这些风景。这是结合新彩和这个玻璃白，然后创作出一种独具个人风格的，结合我30多年油画经验的一种技法，表现出的一种大美的这个西域风情、西藏风情的风景。它的名字叫美丽的圣湖，是西藏后藏地区的靠近那个日喀则中间的，它是那个羊卓雍措。这个美丽的这个湖呢，是西藏人民最崇拜的一个湖，所以我感觉这个湖的和这个景象非常的感染人，所以我也结合了这个玻璃白陶瓷语言绘画，画出了一幅，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天籁大美，殷卫平几年来创作的一次汇总，其作品浓缩了他对雪域高原的诠释，展现了高原子民的顽强意志。雪线上下的风景奇观，因为这些人物和场景触动他的感知，开启他的视野。在那片离天最近的净土，仿佛可以从高山仰止的珠穆朗玛引出一根新线，系在地球的两端，连接着东方与西方，从此梦萦魂牵，描绘不止。在那片净土，殷卫平找到了自己创作的原点，还是在那片净土，他安顿了自己曾经彷徨的心。每个游子都有属于自己不平凡的人生，都有与岁月相伴的难忘故事。殷卫平从事油画37载，瓷画11载，他置身西方文化营垒，却依然保持中国人的艺术情怀。其文心睿智、形色图像，成全游子执着的人生追求。